trying to run it all. I wake up.Flex, thumb down that check. No drip, this wet. Tell him run it up. No sleep, no rest. Might crash, might wreck. But first die, stretch. Tell him run it up.欢迎各位收看到学车卡，接下来介绍我的新车。那我的新车是570S McLaren 的 570S。那这台车呢，我先讲一下，这台车应该算是我开到现在最 match 的一台车，因为在力宝我已经做了一个算是570最速的一个成绩了。然后在力宝21万我做了146.8，然后23万的 FIA 的认证成绩是1分51秒。应该很多人会好奇，就是说我现在有650，那为什么我要再买一台570呢？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买这台车。那我之前在拍650的频道的时候，我也讲了，我应该是不会买这台车。那会买这台车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选了太多太多碳纤维了。基本上你看得到车子所有黑色塑件全部都变成碳纤维。那这台车回来的时候，我改装了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贴膜，然后这是平光黑的贴膜。引擎盖的部分换了 Nomitech 的一个碳纤维引擎盖。再来就是内装的椅子，因为要符合我赛道需求嘛，所以我换了 Recaro 的 RMS 的椅子，然后加上6.4安全带。那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就是我请到我在法国的设计师朋友，关于这品牌的历史以及这个品牌的一些外形设计呢，我想请专业的 Kiki 来跟大家聊一下。欢迎 Kiki。嗨，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 Kiki。我在法国学汽车设计。那说到这 570S， 因为我是汽车设计的背景，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他的设计师。那他也是现任的 McLaren 的 Design Director， 就是他们的设计总监，他叫做 Robert Melville。 那他跟 McLaren 的渊源非常深哦。他进到了 McLaren， 他以 Senior Designer 的身份设计了 P1 以后，他被 McLaren 的 CEO 升为他们的算是一个 Design 的 Leader。然后呢，是他把 McLaren 这个像 Nike， 大家都是嘲笑他说，这是 Nike 的 logo， 把它加入到车头灯的设计之后， 570 650，然后还有720都是他主导设计。然后他现在已经升为了 McLaren 的 Design Director， 所以他跟 McLaren 其实有非常深的渊源。那其实我觉得这设计师很厉害，就是说他把他的当时应该算是 McLaren 的终极超跑 P1， 他把他的很多设计元素下放到650，没有错。而且我觉得这点很好，是因为大家如果对车子有点了解，其实 McLaren 他算是一个在 F1 历史非常悠久，算悠久的车厂，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出试售车，除了他之前出过 McLaren F1 以外，他中间都没有出过什么试售车，是直到他出了 MP4 以后，那 MP4 的长相跟我们所看到之后的所有 McLaren 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是 McLaren 第一台试售车，所以他们还在找寻说什么是 McLaren 的 DNA， 因为每个牌子都要有每个牌子的 DNA 嘛，那 McLaren 的 DNA 是什么？那他们那时候出了 P1 嘛，那就是 Robert Melville， 他决定说好 ，McLaren 的 DNA 就是这个回勾型的车灯。那其实虽然说沿用到了一些 DJ 的车款，但是 P1 还是最帅啊。我们刚刚讲车头灯好了，其实我最喜欢的车头灯的造型是 P1 跟650S。650S。那其实我们在570就可以发现说，他把他车头灯这个勾勾，对，已经慢慢的把勾的地方往上缩，往上缩了，然后把那个车头灯已经变得有点肥肥的，对，然后甚至到现在新的720，甚至我们现在新出来，突然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个勾了，对，它就是直的一条灯，对，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啦，因为这算是当初大家认识 McLaren 的一个最经典的元素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想法，所以其实570车头部分如果要讲我不喜欢的，就是我觉得它车头灯有点太肥了。那我们看到车尾的部分。车尾比较好好介绍一下，其实我们都知道 McLaren 现行的车款已经慢慢的取消掉尾翼这个概念了，像是570其实原本是没有尾翼的，那我现在这一台是装了 MSO 的尾翼，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是Spitio 也没有尾翼，对，它是算是主动式的，对，然后甚至像现在 Artura 也是没有尾翼的，对，其实我到现在再来看这个设计我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其实我只能说啦 ，McLaren 把汽车设计这件事情走得蛮远的啊、嗯，因为没有尾翼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各个车迷朋友们，他们是没办法接受。那这一点我就要问你，因为你是对于超价比较了解的，嗨，会不会是因为尾翼这个东西就是像懂车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增加下压力，没错。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在开车的时候，其实你不是 always 都需要车尾有这么大的下压力，没错没错。基本上跑山你有尾翼没有尾翼是没感觉，那你在赛道你可能开到200多，那你才会有这个感觉，就会有感觉。对，所以说尾翼这个东西，其实在大部分的车主来说，它可能就是
美观而已。对，甚至像G3 RS， 甚至992 G3， 它唯一有多段式可以调整，手动调整。对，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说调整的原理到底在哪，到底要怎么去调？对，很多车主就觉得说，哦，我就是装了一个尾翼，我就有一个很棒的下压力。我想其实并不然。对，其实尾翼这个东西是需要很深的一个风洞测试，风洞测试的，对对对，所以不喜，我是喜欢没有尾翼的操控感觉，但是我自己是喜欢自己有尾翼的。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就是整台车你最讨厌的地方，排气管好了。我最不喜欢的排气管，我来讲讲为什么我不喜欢这排气管好了。我觉得排气管它是车子这一个很漂亮的流线里面的一个点缀，它可以是方的，可以是圆的，它会变成一个像是手表的表冠，它就是一个点缀的东西。它今天把这排气管做成一个这种要方不方、要三角不三角的一个形状，可能是为了符合它这个车子本身的线条，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就是喜欢在这样的柔和线条里面突然有一个圆方形的东西，或是有一个圆形的东西。像600LT， 它的排气管在这边，两颗圆圆大大的，然后它在做了一个轻轻的一个隆起，没错，就很漂亮，没错，就会感觉很沙，很有运动感。但是它这排气管就感觉有点融为一体。可能这是他刚开始想要的感觉，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超跑来说，你知道排气管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对对，它你看它这边的角度其实是去跟 diffuser 是去对它的，但是其实它我会更宁愿我它这边有两个圆圆的，可能也很突兀，但是我觉得这个突兀是可以被接受的，就跟 Fermenter 一样。对，我觉得这个突兀是可以被接受的。了解。对，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去试驾吧。OK，Go。其实蛮喜欢迈凯伦的车内设计，因为我觉得它车内设计很简约。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超喜欢，就是它把所有的东西整合在它的这个 monitor， 然后它的萤幕又非常非常的简单，对，就是很直觉系的，就是你看它的主画面就是电话、媒体、广播、移动程式、声音，就是这样子。那你媒体点进去，它也不会像一般车就叭叭叭一堆东西。对，它就是几个简单，它就几个简单东西。然后你要进到空调就压，就是空调，真的就超简单。但是你这说真的啊，因为它是毕竟是触控，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真的在按一些空调什么，你还是会觉得不就手，因为其实实体按键还是会相对比较就手一点。对，有感受。对，然后。再来就是皮质吧，我觉得其实McLaren 的皮质720其实好很多，在570、650这个时代的皮质我没有很喜欢，它的皮质很粗，你们觉得？你说这个 Alcantara 吗？对，然后包含缝线，然后它的缝线其实有，你仔细看，有些地方它缝线是缝得有点歪的。对，然后甚至说一般来说，我们看这种1000多万的车子，都会发现它的，譬如说门板好了，它的皮是一整块的，但是你会发现它有接痕，它有接痕，对，对，有接痕，其实这里也有接痕，而且它接在一个最明显，对，超级明显，所以其实它的皮质我是没有很喜欢的，对，那不过新的720其实我觉得就改善很多了，对。哎，那你这台车，我看它尾翼啊，什么碳纤维都有，很满。那轮圈呢？你会想改轮圈吗？那这也不改的原因是因为说，第一，它虽然前面是19寸，后面是20寸，那但是其实每个人在调校它的车子的时候，它就是故意把前面做的很小，然后比较没有这么宽，因为它前面其实是225、35、19而已，那后面是285、35、20，其实前后的宽度落差是蛮大的。对，那为什么它前面这么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要让它的转向更灵活。对，要让它转向很灵活。再来是我在赛道开过这台车，我并不会觉得它在赛道上的抓地力是不够的。这边可以跟大家建议一下，就是说改铝圈不一定会让你的车变得比较快或是比较好看，因为以德系车、性能车甚至是超跑来说，每一台车在调校它的甚至设定它的铝圈的大小、锥子都是经过非常非常多的赛车工程学，然后甚至是车辆工程学。那既然都试到这个车了，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Maverick 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这台车它是 Sport Series， 对，这台车定位是 Sport Series， 然后它上面还有 Super Series， 就是720嘛、650嘛，对，那然后还有 Ultimate Series， 哦对，就是 Senna、B1 那些，对。OK， 那基本上来说，我觉得迈凯伦的设计师可能对 Sport Series 这个名词是不了解的，因为他的 Sport Series 是可以跟别人的
slow series 去互干的。对对对，尤其像我在力宝这个成绩很夸张，因为这台车21万跑到146的成绩，是全原厂没改，我第二次下，对，就这个成绩了。然后21万是跑151，也是夏天。对，这个成绩哦，我这样讲哦，大家可能有些没在跑力宝，可能不知道这成绩有多变态。基本上146这个成绩，我看力宝的前1000榜单里面，146以上的几乎都只有720 GT3 G3RS 这种大怪兽等级，怪兽等级的。然后因为 GT3 本来就很适合力宝，所以这没话讲。对，那基本上你看到其他品牌的超跑都不在这名单里面，所以146是很夸张，它是入门款的跑车。那像你之前开过650，然后现在又开570的话，你个人觉得570比较好开吗？应该是这样讲，650跟720它用的悬吊都是电子悬吊，就是它是有一种液压系统的，然后是会一直，它有一个 sensor 会一直侦测，然后就会调整你车子的避震的状态，对，然后跟你侧倾的一个幅度，对。那570比较不一样，它虽然也是有电子系统，但是它的电子介入没有那么多啊，它算是双 A 倍铝合金的双 A 倍，我喜欢买 McLaren 在调校这个避震的任何东西，我超级喜欢的，因为第一，它行程其实很短，然后支撑性很够，因为双 A 倍的支撑。对对，然后你开起来感觉，你就会觉得自己在开轨道车，真的很像在开卡丁的感觉。对，你应该有感觉，坐起来的时候。对，那你知道它扯到什么地步吗？基本上它这个悬吊，我只要 ESP 防滑不关，我在山路开，我再怎么 push。除非你真的太 over 了，不然后轮基本上不会甩，完全不会有滑动的感觉。因为你要想哦，这个出弯补油它的涡轮是有多大？你看哦，现在进弯重刹一段，再刹一段，转出弯补，你有觉得在甩吗？没有，我刚油门是下到底的。对啊，我知道啊。那这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其实很聪明，我们大家都知道迈伦的车是电控系统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毕竟它是少数车厂从赛车做回四轴车的。没错，这台车聪明到就是它怕新手失控嘛，所以我在弯内，像我现在如果进弯二档五级刹一下，好，出弯补油，我现在是补不了油的哦，它会锁住哦。你刚刚有在踩？我刚有在补，我刚在补四分之三。但我补不下去哦。对，然后补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它电脑就是它侦测到你要侧倾，你会侧滑，所以要把它锁住。所以有些车评说这台车开山路会屁股会一直滑，我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开的啦，因为我怎么开都不会滑，怎么可能会滑？这就不会火、啊，所以他们都有在工厂笑。对，这真的要讲，就我也算是。这不是我讲，是他讲的。哦，对，刚刚那声音经过，刚刚声音是他。我拍车的时候，我都会把所有车评的影片都看了一次。对，他们说这台车的，因为它是 Sport Series， 所以它在 Normal 模式是非常适合代步的，舒服的。你都还在播小，这台车根本就没办法代步，超不舒服的。单体碳纤维座舱，代步怎么会舒服？他说他代步比 720S 舒服，很多人讲他代步比720舒服，这台车代步绝对不会比720舒服啊！720有电子液压系统哎、欸。对啊，对啊。它这个行程真的很短，那个路面回馈是非常非常大。你知道，对，它虽然电控很多，其实我们有在开，如果我讲我代步的感受哈，因为这个方向盘超级无敌轻，真的很轻的，轻到很夸张的那一种，就轻到就是你路面有倾斜，你方向你是被拉走的那一种啊。那这就很怪，因为正常来说轻代表辅助多，但这个方向盘没什么辅助，你知道没辅助到什么地步啊？你看我旁边的那个线吗？对，我去压，你会感觉到。有，你会感觉到我压到那个线，有，你知道，超级扯。而且你看，因为它的行程很短，我跟你讲，它变速行程很短，变速行程短，你在代步开怎么会舒服？对，你知道短到什么地步吗？所有的迈阿伦从 MP412C 开始到720，都很常坏一个东西，叫做液压球。液压球就是避震上面有一个东西顶住的，那叫液压球啊。那东西为什么很容易坏呢？在台湾的路面，你只要遇到高低差比较大的。他就会去顶到它，他就会顶到上座。你就听到叩叩叩叩叩啊，这样看啊，有没有，这样就有了。有你就听到叩叩叩叩叩，我这么短就会听到了，因为他就顶到上座，所以代表他的变速行程真的很短，知道？我把防滑关一段了。那迈伦的淘沙，是我少数可以接受的。
算可以接受，但你还是觉得跑山，跑山跑山很没意义，跑山其实超没意义，真的很没意义。那跑山接触面积的感觉最好的其实就是保时捷的跑山，然后再来就是迈阿伦。你上次有跟我，上次你带我来跑山的时候，你就有说它每个弯的，因为它刹车温度不一样，踩下去的那个刹车力度都不一样，对，回馈跟力度都不一样。你看这种扣扣扣扣，你会觉得整个车在跳，怎么会舒服？对啊，对不对？懂。爽。它的侧滑的感觉并不是屁股在滑，是整台车在荡，就很像真的。你如果在开卡丁车的话，你开迈阿伦的这个车，你会觉得真的很像卡丁，然后整台车就像轨道车一样。而且我很喜欢迈阿伦，是迈阿伦的视野。慢的视野是因为它的玻璃是往下，所以我们看它是往下的，所以你不会有那个跟地面的落差。对，你感觉像贴在地板上。对，我很喜欢这个感觉。然后这个悬吊真的太强了，你前面的行程太好了。我在进弯前的急刹，你根本就，你看我现在刹，你会觉得车我在沉吗？没有哎，完全没有。你看我现在这么快哦，我急刹。我刹前轮锁死了，对，你有觉得车头在沉吗？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它就是 hold 住。它的悬吊真的超扯。我刚刚听到轮胎在叫，对不对？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科普，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看到轮胎叫，我是不是快失控什么？不对不对，轮胎叫不等于轮胎到达极限，有些轮胎的特性就是很容易叫。这其实是看轮胎，像 Michelin 的轮胎就偏软啊，那变耐力或者我现在用的 Priston 轮胎就偏硬。对，那 Priston 这一颗 IC 啊，非常容易叫，非常容易叫。对，所以其实轮胎叫跟极限那个是没有关系的。那要怎么样去知道车子到极限？你要知道车子的极限，就是你要去试它的转重心，就是你进弯的角度有没有？像我现在在这里，这个大弯，我刹车重刹，我多带，有没有？有没有？这就失控了，然后就滑了。对，我感觉到了。对，所以车的极限不是看轮胎，是看你车的惯性。对，但轮胎很重要，因为轮胎是跟地面接触唯一一个点，所以轮胎一定要用好一点的。对，那你没办法用轮胎来判断车子会不会失控，你要用车子有没有在多的侧倾、多的惯性来判断说你现在的轮胎会不会失控。啊，对，这是判断这个东西最好的那个。其实我很喜欢570在给我的这么直接的感觉。对，我反而没有很喜欢570那个悬吊，因为会让车的感觉又被模糊掉了。模糊掉了。对，那只要他给我马上的直接的感觉，我可以马上回馈给他，这台车就会变得很好开。对对对，尤其我在赛道是完全能体会这台车，尤其那一天我下去跑151那一天是大热天，38度，然后超级超级热，然后每个弯车都在滑。可是我开这台下去就觉得，哇塞，天哪，他在干嘛？我都知道。那我由衷的不建议你的超驾技术不够的人再买迈阿伦，因为我刚刚可以感觉到这台车极限很高，但是它如果出去了就出去了。对，就是它很快，你知道吗？对。它，你觉得它给你的空间多吗？不多，真的不多，像刚刚那样子啊。对，有刚刚有 push 到，有 push 到，小心上跳了一下。你以为要冲上去？不会，我相信你。它的空间真的不多，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它其实可以很接近极限，那相对的它就会压缩掉你的失误的空间。对对，有些车可能很快你就感觉它要到极限，但是它到极限到失控之间的那个 range 还有很大。然后再来就是迈阿伦的油门拿捏要很细，因为它的涡轮算是增压子调的磅数很高的，磅数很高，相对的我下油门的时候出弯很容易过多。懂。你觉得以你设计师的看法来看这台车的车内装？内装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很简约的，很简约。因为其实讲到设计，这也可以讲到，因为你可以用弯道来做一个例子啦。就是我们在学设计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学习任何事情的时候，哇 ，OK，
我在学习任何东西，刚开始都是加法，一张白纸，我们在画草图，都是一直在加线条。但是加到一个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要开始学习减法，删除掉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它那个极限，一个好的设计就是在那个多一条线它就丑了，跟少一条线它也怪了，那个群之间抓到一个不多不少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就有点像是车在过弯，你如果刹车给多了，那你弯速就不够，那如果你油门给多了，车子就出去了，就是要咬在那个刚刚好的那个极限点，那设计也是在这样。那这台车的内装，我觉得它很简约，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单调，然后它还是有把很多运动的一些感觉带给你，但是它又很人性化。对，我觉得这次 Mazda 做得很好。在操驾上的小缺点，如果以驾驶视角来说，其实我蛮不喜欢它把它的设定的东西放在这里。这里分别可以设定动力跟悬吊底盘的那个。你每次跑，你都要一直低头去。Normal跟 Check， 然后它会有一个按钮是激活这两个面板，我可以先设定好，然后再按。那变成说，你看，就算我已经设定好了，我真的要在跑的时候，或是我路上刚好遇到状况、车友对之类的。对，我下来按，我很容易按错，对，其实很容易压到，那个引擎启动钮，但虽然不会怎么样，但是就是很容易压错。对，那当然这一点在新的 Etora 上面已经改了，因为它把它调到这里，对，我觉得调这里就非常棒，就是我就可以直接切。对。然后它引擎的声音，其实如果以涡轮来调教这颗引擎的话，我觉得这个引擎的排气声音是很好听的，很好听，对比上代650来的好听，因为上代650的引擎的排气声真的很像抽水机的，对，然后我很喜欢迈伦独有的进气的那个吸气的声音，我真的很喜欢。然后700更酷了，它在力保直线200多全门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火箭飞过去的，对，咻那种声音，有我听过，超级好听，对对。对，那我如果要一台超跑的话，我觉得迈伦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对于说车子的操驾你并不是这么的熟悉，你在开迈伦的跑车，你真的要注意很多东西，因为它虽然车体可以给你很多资讯，你如果有办法吸收这个资讯量，然后转成操驾的感觉，那当然这台车你开是没有问题。但这资讯量如果过多，或是说你没办法接受这么清晰的，你不知道这台车到底在干嘛，对，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干嘛的时候，你在开这车你会非常痛苦，你会开你就觉得我这车很棒，不会开就觉得我这车到底在冲啥小，对对对。可是这种是它这台车的动态的回馈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迈伦不管是在 F1 的赛事， F1 赛事离四周是可能有点遥远吧，我觉得它长期在 GT3 跟那个 GE4 的赛事吸收到很多东西，转而做到它的下一代的四座车上面。对，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很明显的。那跟大家提一下，我这台车的涂装就是参考了 McLaren 的570 GT4 的涂装，再进而去做一下自己的点缀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先做赛车再做四座车的车厂，对，所以相对的你在操驾上你是不需要担心它没办法达成你的要求，你甚至你要想一点是你能不能达到赛车的要求，对，我觉得这蛮妙的，对。 OK， 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吧，到可以，那也很感谢 Kiki 今天来我的频道，谢谢。以后往后我会多跟 Kiki 拍一些片，因为 Kiki 毕竟是一个蛮专业的汽车的设计师，那我觉得也可以多跟他聊一些是大家平常比较不会看到的一些车子的面向，那我们在之后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那希望你们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谢谢，下面再见，拜拜拜拜。